各位朋友，回顾历史，中塞友谊在共同维护世界和平和发展的伟大奋斗中凝结而成，是用鲜血和生命铸就的。着眼未来，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是双方的战略抉择，目标是实现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，根基和动力来源于两国人民的坚定支持和广泛参与。中方愿同塞方并肩携手，踏上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新征程，让两国关系不断焕发新的光彩。谢谢大家。